自倒去吼，啊要死较紧安尼，对无？所以快乐的事也变成怎么样？悲哀的事，而且这个是频频发生，没有一件我们快乐的事不会变成怎么样不快乐的。好言哦，因为我安尼吼，对那个维持着我的性命，结果呢，要维持性命，地震把我们压死了。一部车是我的交通工具，我可以代步，又可以吹冷气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真爽快！结果把唔同人拢弄啊，结果发生车祸死掉了。好言也变成死言，没有一件事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伊在咧讲啊。譬如为了不死，就是不死的时候，为了活命，然后呢，我们追求饮食、黄色、亲友、伴等等。哎，兄弟姐妹，是有缘来做伙，结果为了财产，何种掠空，何种斩杀？哎，嘛无咧功劳，嘛有人咧过老爸老母的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老爸老母呢？哎，这个因为伊这个财产，也是讲疼痛、后生无边紧。顶一阵啊，唔是一个人讲，伊拢听因啥物人，甲伊老爸、甲老母、甲胎死，是毋是安尼？就是安尼。所以呢，亲友本来讲安那愈人愈多，子孙满堂啊，大家欢欢喜大聚会，结果快乐的事也变成悲惨的事。娶某吼是要疼痛的，嫁人特别依靠的，但是互相消灭，嘛是作贱，是不是安尼？无迄个无恐怖的啦。顶一阵仔有一个报纸在讲，一个欧巴桑廿六十几岁啊，啊甲因翁做伙，甲因翁台词，啊是啥物台词？你知道？因为廿十几岁啊，伊讲因翁。有外遇，因人甲伊解释无通吵，到尾因人俩讲你啊去收结，我落你死啊！伊报仇就是讲，啊你逼我死，我落你砸死啊！你够有理啊！所以他伊咧困的是甲泡死，泡死都坐到边吼修炼，修到天光五六点钟啊，几点钟啊？他拍电话向后生，恁爸爸我甲杀死啊！报案，但是迄把剑抓不了的是。心肝，伊就俩讲啊，所以呢，亲人也变成怎么样？快乐了，也变成什么死人的助言？有恐慌无？念死无常，这个世间你也看清楚，哪有是安尼？为人较有劲啊，啊，都该做伴做遐久啊，啊，伊都脾气都安尼较紧的就好啊，啊，迄种高人，是不是啊？有遐紧的拢高人啊，但是你也唔敢保证讲。你别出钱啊！你的金也金会掉啊！啥物啊？蛮加保证。够人无发脾气的，无嘛吼？大家拢有发过脾气嘛吼？你有发脾气的时，你敢会想讲以后必安怎？你袂去想嘛，对不？你嘛拢会感觉讲，这个人是我掌握住，我甲发发来，人工就好去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安怎会安尼想？因为就是安尼想，才会出问题。你像迄个乌巴桑，安尼要怎讲？因为迄个代志，唔是未发生在安尼身上，有可能。那即时呢，可能过了幸福的家庭，一切拢袂歹。你敢若知影你后世人会无好，会好啊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无好要安怎？人爱受较远的。因无数以来，咱来做偌济业，无数以来，你也想讲，按即卖呢的心情嘛无足好。安尼动机呢？起心动念，唔是贪就是嗔。那有一天呢，我看到我袂欢喜的，我是不是做法就很强烈？有可能啊！你即世人无发生，后世人有可能发生啊！因为依着我这个脾气来讲啊，哦，咱即马过来看这个文，黄色本来是挡风避雨的哈、哦，然后呢？反过来，反射倒塌，然后变成死亡的悲惨。那亲友本来是互相照顾的，因为烦恼未调伏，所以呢，亲友呢也变成死亡的助缘。种种的
势力当中呢，都变成呢使人的因缘，所以看在这个世间看不到有各种人活的这样的顺眼呢，不变成使人，伊就是在讲这个。啊，今晚再来思维第三点，思维其身即为弱，故使无定极，身如水墨，自即为裂，无系大损，即如明耶盲智所伤。解人坏命，故由一切使人为害，是即易事。这个是呢，属无定期的第三个影响。一个共啊，我们要去思维，我们这个生命非常的脆弱，随时会死，故属无定期。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水中的泡沫一样，很脆弱啊，很微劣啊，不要花很大的力气就能够丧命，损害就是丧命。譬如说一个盲字哦，所伤可能就破伤风，是不是呢？或细菌感染就死掉了。所以我们的周围把它观察一下，随时都有死命的阴影。万人在走路，哇，那刀杆都白白，啊，就嚼死了石头尔，啊，就有骨头，啊，就死了。有这个人有无？我阿妈要死的时候是走路跌倒的，啊，那刀杆都白白，唔然我走到跌倒，啊，佮夹一支拐啊，真稳重的对，较会跌倒，奇怪，啊，那想嘛想袂通。结果跌倒，我骨就死去了。死因很多，活因很少。亲友书云：七日燃烧诸有生，大地西米及大海，尚无灰尘得遗留。况诸自即为弱人，如是事后不见始祖，何时决定坏及生命？莫未有暇，应多立誓，皆从现在而开始修正法。龙树菩萨这下了修一本的亲友书，跟一个国王讲。一个节目的时候有七个太阳会出现，你看现在一个太阳这么大、哦啊、这么大，到夏天的时候你到40度的时候怕到人，37度你就怕到人，七条太阳同时出来、啊、那多怕人，那天气、哦、也没有路用，吹风小风。所以说一七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，燃烧诸有情，啊，你身体没法动得了，拢变成那灰烬一块，是不是呢？拢烧到呢，无快。他说呢，用一个比喻呢，整个大地哦，那头壳哦，按这么快当到，拢烧到成灰尘。整个西米山大海哦，拢烧不起。大海哦，它的也会来，也太阳的热度呢，就蒸发掉，水就蒸发掉，那么地质呢，就烧成灰尘。七条太阳照出来，何况呢？我们这个身体，地水火风所造成的身体也是无常，随时呢也会被这个七日的太阳呢燃烧，而像灰尘一样。一共呢，修干哦，含这么灰尘都捞都不捞的掉了，不恐慌的不？如是思维，身体极微弱，死无定极以后呢，也不知道什么始祖会来损坏我们的身体。唔能够讲安个有这个想法人生，安个人妄念。始祖指的是什么呢？阎罗王。那阎罗王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我们的业力。我们的业力一到的时候呢，就走掉了，是不是呢？所以阎罗王呢，指的就是业力这个部分。好，所以安今嘛呢，啊，快乐这点哦，安都有一个决定，我现在就是要修法。是不是啊？我现在要修法。刚才呢，第一个思维死啊，一定会死，有三个阶段，有三个原因。思维以后阶段，啊，内底有一个观点，我一定要修法。但是修法什么时阵修呢？第一个观点讲，即马得爱修，哦，一世人得爱修，唔能死，卡克来修，未赴啊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根本思维死时除法额外。一皆无益之三者，如是若见，悉往他事。那第三个呢？啊，那死的时，啥人都带你行，只有安尼善恶念带你行，对吧？
伊头先马克安尼神学念，啊，平常时安就是爱培养安尼神学念嘛，恶个该掠掉，善个该培养起来。所以伊也看着讲呢，有三点，好、哦，三个根本里面分三个印象，我们直接看啊、哦。第一个印象呢，就是尔时亲友极大怜爱而相围绕，然无一人是可学弃。表示讲，那你亲情好，安尼朋友，安尼惯常呢，安那死亡的时呢，安一定爱去投身另外一个世界。但是，一个亲友呢，虽然有极大的怜爱，我恐怕足介意。迄假使讲伊嘛舍不掉我们也舍不了他。伊当安尼边啊哦，你敢修炼哦？但是你走的嘛按家己的人走，伊无可能对人行。死人就是死人，活人就是活人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这要足清楚。第二个印象呢，临终的时候，按过去呢，一生内底吼有喜爱的这样宝具，安尼古董啊，哦，安尼金啊，哦，啊安尼财产啊，等等。死的时候呢，一点都抓袂住。唔是讲就即摆咧烧银纸，你无飞机收飞机，啊无面具会收面，收面具会互你，啊无黄金咧哦，收黄金互你，啊伊就会当安尼好啊开，好啊贵。啊死的时候，安尼就死得较快乐啊，是不是啊？较有可能的代志，无可能。所以按死的时是按家己人死，安尼身体嘛早袂惊，甚至安尼死是安尼心息带着安尼结去投生。不是做西工，吼、哦，也是讲来个做一个法师有效。伊是一个助缘，伊咧做法师的时，就是讲，互安啊，像咱咧助念的时啊，会当讲互安的意识会清净，互安的心会安定，放在佛的中间，吼、哦，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法号内底，互安安住，不要再造恶业，不要让我们的心散乱。它有说摄的这种摄心的作用，互安的心安住在一个善法上，啊，那显要把造船。所以人讲要死，爱讲一寡善的，唔通讲一寡恶的。就是讲唔爱去受着恶的，伊也看到你来讲歹的，伊就掠讲啊，下面掠讲的伊就啷个对着三宝道啊。所以按讲一寡善的，讲一寡好的，命不保伊安定伊的心态，可以有一个皈依的作用，伊的善业开始造出来，是袂安尼，作用是安尼。但是安那要自主要看别人敢超度，别人敢作用。平常时你无培养，伊也做了歹的事，啊，讲了无圆满的事。你也会抓狂，啊！你也抓狂，就搁对落去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，平常时在培养咱的心，会当有善念，这是重点。如果咱的心也无善念，你搁作念哦，嘛不一定有效。所以世间人，伊嘛就有可爱的所在。你要死，虽然按过去是怨仇，对无吼？但是伊嘛要甲你念，好你会当去另外一个所在较好，伊嘛。但是，讲是安尼讲啊。所以按咱人讲，要死的时，伊过去完修人最好是卖出来，伊看到就气啊！你安怎念，伊嘛无咧信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咧讲的是讲，阿要死的时，无烧灭，阿无讲歹，阿伊完修人唔能出来，就是咧讲真。因为助念哦，力量无强，伊看到迄个念讲，你免个念嘛念袂起面，嗯。第三个印象，直接供上来。死时哈、哦，用寄生骨肉，上吸气舍，况诸以法。表示讲，那么死的时含安哦，活活哈相助，过了十年，这个身体，这个肉身哦，伊就爱甲淡掉啊。何况呢，什么黄金财宝，迄嘛带袂去。咱的身体。甲安尼灌输对你较重要，讲也是灌较重要，但是拄到境界的时候，就个是身体保命较重要，是不是安尼？你看迄精神哦，伊做一个动作，你看伊也无当个食，是伊家伊个囝拢食掉，对不对？但是按人有理解人，伊是袂安尼，但是为着利益个是卖小孩，一定个道理啊。所以安家逐天哦。照顾这个身体，穿衫裤，安尼无让伊安尼寒着，无让伊热着，哦，啊，食阁食好，
营养过了好，按对人的身体有够照顾啊，但是要死佫走袂去。啊，是啥人佮走去？安尼叫走袂去，就是。